Astro 小太阳为小朋友、家长及师长精心设计武力学习，要大家一起来实践武力学习。创造力是一个自由的想象空间，它可以让我们随心的发挥。创造力是跳脱框框，乐于尝试新事物。创造力是开发独有的创新，启发个人才华与能力。我们去看一看小朋友如何发挥他们无穷尽的想象空间，并且创造自己的小宇宙。小游戏时间到啦，小朋友必须利用纸上的圆圈去画出图画。一个圆圈可以变成什么呢？我画的是一个给你气的布娃娃。太阳。我画的是太阳。我画这个外星人，希望它出现在地球上，因为我感到很兴奋，他可以来到我们学校。我们要教他们，哎，这个东西其实这个盒子还能用的啊！你看妈妈做了，哎，哇，原来它能变成什么东西啊？啊，废物利用啊，啊，拿这些东西去做给他们咯，教他们咯。他们也许会想象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，但他们却坚持相信。涂颜色方面，我会涂的时候，隔壁那个同学教我怎么样涂。我常常想做的东西都没有亲自去做，他们自己会去创造一些，创造了做了好就会给我们看。他们的创造力是如何，如果错的方面我们就会改善它了。不管是遇到挫折或是泄气的时候，小朋友都需要鼓励找回信心。如果你也面对同样的问题，别忘了要给自己一个赞哦。我给自己一个赞，因为我很喜欢跳舞。我给我自己一个赞，因为我能上 Astro 小太阳频道325。不管成功或失败，你的鼓励与陪伴才是他们前进的动力。一个赞就是你给孩子这一生最美好的礼物，让他们拥有自信，开往更精彩的未来。